What's going on, everyone? So, I'm actually filming a reality show in Taiwan for Line TV. 然后这个节目叫《绅士任务》。这个就是我的 co-star， 我的好兄弟，庆哥。Michael 哥，庆哥。不用介绍了。So, this show, we are actually trying to help people, normal people, okay, to become better men. 我们这个节目这次是全部都是男生，然后我们所有的我跟郑仁硕，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老师，我们就是要帮助一些需要被改造的人，所以我们是从一个 gentleman 的一个 POV。来帮助大家，所以这个节目叫《绅士任务》，所以每一集都有一个任务，都有一个需要被改造的人，然后他们要上我们的节目，就是 ，you know， they want to make some changes in their life，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and we will follow along， 然后我们尽力去帮助他们。I think it's really cool，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his type of 实境 show， this type of reality show。It's getting more popular, so hopefully you guys will like it. So this is our mission task, our meeting place. 我们就会介绍所有的被改造者 ，and 他们就会 ，you know， they'll tell us their story，and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想尽办法帮助他们。这个 B 仔，这个 B 仔，他呢，他其实平常就是在这间那个酒吧服务，然后他是我们只要一到这个基地的时候。他要帮我们安排所有的说的东西。另外呢，他也是跟凯教练有另外一层不寻常的关系，这我们之后再讲。那个这个部分，哇，你看，而且是他帮。然后这位呢，这位是我们非常著名的那个凯教练，好不好？那别先这样子，不要再这样，重点不要这样。这位是我们很知名的造型师，叫景逸。Hello。然后这个是妹很多的心理医生，叫彦祖。然后这个是绝对不会剪头发的，可以讲。谢谢你啊。实际上是健美选手。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好，这个就反正这就是我们台湾最帅的，第一帅，第一帅。那这个呢？这个。太好了，不要冷静。在第一后面就第二帅，他其实，在我们绅士任务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不礼貌，但是是非常优秀的工具人。不礼貌，认真的。他是负责陪伴，然后跟制造效果的一位小天使，他叫佑希 Stan。All right，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绅士任务，然后如果你想要去关注所有的人的话，我会把他们的 IG everything 放在下面 ，so just go follow us， we'll see you guys Line TV。Bye。我们在综艺大热门。Anyway， 我们这次的被改造者呢，他叫怀德，他在这边。So he's right over there. So what we did this time is that we're helping him.Giving him a chance to go on, you know, one of these TV shows. Ah, ah, 干什么东西？我们在工作，好不好？别以为我们很爽啊，对不对 ？EMC。All right.
So that's a wrap for today. 今天基本上收工了。硕哥跟我们真的很期待大家来看一下《绅士任务》。And yeah, that's you know, 就是我想拍这个 vlog,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在工作的状态，而且这个是应该说我们两个全新的东西给观众完全不知道，我们自己都很期待，对吧？所以我也不敢剪太多东西进去，你就看吧。Alright, guys, I'll see you guys on the next one. Peace. 我是郑硕，我是香蜜王阿明，我是 Ken 傻，我是凯佳念，我是锦逸，我是若曦，我是陈彦祖心理师。让我们由内而外去提升自我。